要紧无？是不是到微博爽快？我无代志啊。我知影你即马无法度信任任何人，不过拄则我先会看到你要跋倒，我才甲你扶。假使讲安尼会造成你无爽快，我家己会失礼。免啦，我是要出去行行的。安尼，我去替你借轮椅好不好？免，我家己会当行。不过你头壳才打开刀尔，我惊你行伤久会忝呢。讲实在。我对你根本就无印象，你安尼甲我关心，害我真大个压力，你敢知？阿伯，你甲我当作是一般的护理师，安尼是不是就较无压力啊？一般的护理师，敢会二十四点钟甲病人顾条条？我是无钱，通我护理看护费啊。我无要挃你的钱啊！无要挃我的钱，啊！你甲我关心是为着啥？我啥物拢无诶，我干呐希望你能赶紧好起来。我以前敢真正有介意，为虾米我一点感觉拢无？不过，拄只看伊遮尔啊伤心，唔知为虾米心肝熊熊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收就好啊！你是病人，你好好休困就好。你要去倒？爱伫倒去眠床哦，倒到腰酸背痛，我想要出去行行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再把遐粪扫担来背你去。啊，免啦，我已经甲你讲过啊。有时阵哦，我就想要一个人就好啊。啊，一讲到咪是搞对调调的，你敢知影？啊，真正有够烦的。你头壳才推倒完，啊，若是搁无注意去弄着头，足危险的。若是还有人陪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照顾，你较安全呐。啊，我只是失去记忆啊，身体无问题啦。不过你昨暗就险险昏倒啊。你，你在讲啥？无啦，我在讨论一寡代志。等等，来。这是啥？这是你尽情答应我，要陪我做伙耍的拼图啊！我哪有可能跟你耍拼图啊？啊，你尽情就答应我，你袂记无要紧啦。会长，咱即马继续来斗，无你看斗斗嘞，你的脑神经给我反应，一定会想起过去的代志。来，来。我无爱。阿伯，我先来啦。你确实是无介到拼图，啊，不过为着我，你拢愿意配合我。我妈咪佮我讲啊，不管我提出啥物要求，不管是啥物哦，你拢一点答应。三姐，你真正足听话呢。我受委屈，你嘛会甲我安慰。你佮为着我，甲阮爸爸妈咪冤家呢。虽然讲伊即摆拢想袂起来啊，啊，不过袂要紧啦，要偷偷啊想，逐工想，一直想。我哪讲你哪想，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来的。我叫你莫搁讲啊！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你敢会当想顾我的感受啊？我想袂起来，就是想袂起来。关医生，我有话听你，即摆。
我甲你希望，你莫阁出现伫我面头前啊！欧巴。